我有一个自少时喜欢的人，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讲过，除了我阿娘，无人知晓。我不敢告诉别人，吓到你了。二师兄还是三师兄？不能生。明明在你退婚后有机会的。罢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不说也好，不说我看见他就不会觉得难过，觉得他辜负了你。没有辜负，从未。